你泳池不不，你的泳装好美哦。嗯，先生，你腰没事吧？不是不是，我看到你泳装之后，我情不自禁的下面鼓鼓。哇塞，刘德华，哇，天王巨星，的全民偶像，是是是是是。想当初他爆红那几年哦，不断的模仿大家哦，大家都纷纷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叫什么刘德什么刘德什么什么，仿佛想沾光。刘德东啊，刘德康啊，是什么特别多，所以那几年留了特别多。对啊，那几年留的特别多。哎，这是我们主题吧？这主题就是男人运动的秘诀，有他在，嗨，牛的特别多。第一位安轩，欢迎安轩。安轩，就安轩。哎呦呦！哦，不，不能不，这个在干嘛？哇塞！盖着盖着盖着，在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在棚内直接你自己绑好吧。安轩你好，请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轩，身高165公分，体重50公斤，三围是34D 24 34，水瓶座。水瓶座，不是，就是你很喜欢游泳。嗯，对，我喜欢游泳。那从小奶奶就一直要叫你去游泳。对，因为我们有5个孙子，嗯，然后奶奶就很喜欢晨泳，奶奶下水。对，奶奶下水，对，下水，逼着下水。对，奶奶逼的。他是救生员。对，他是救生员。哎呦，那一定要，我跟你讲，你奶奶做的对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小朋友不会游泳，真的很危险。是。对，游泳是一个就是人应该要具备的一个功能，一个技能啊，对，很重要。那你从几岁开始游泳？我从幼稚园大班。那很好哎，那现在游到什么样程度？嗯，我现在会自由式、仰式、蛙式，一点点的蝶式。哎呦，蝶式，事事都会哦，事事如意，事事如意。你这个完全就超越了张立东。嗯，张立东也会四个式啊，你对，嗯，蛙式、蛙式、自由式、自由式。仰式、仰式，还有罗巴式，还有传教式。传教式。不过家人看到你的泳衣，会以为是情趣内衣。对，就是有一次我去逛街的时候，然后我妈就帮我整理我的房间，然后就传来一张照片说，这个情趣内衣要帮你收去哪？然后我想说，什么情趣内衣我没有买啊？这一套吗？不是这一套，我还有很多很厉害的。我给你那种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今天穿这套来是给面子，对，其他是不能播的。哦，他那个胸线里面那个他吐很正经。哦，对，就是我在胸口刺一个曼陀罗花，我们都不敢看，不能看。不是你知道你这一套衣服在你的所有泳装里面来讲是属于，性感度60%，差不多70%，70%啊，那你怎么不穿100%的啦？有100%，那你们没办法录影哦，我们会举高。那你去游泳池会穿这样去游泳吗？一定会啊。对啊，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。那你去游泳池之后，会不会很多人都一直盯着你看？会看到，我觉得我游得非常的不舒服。哦，对。泳衣你穿最喜欢什么样颜色？我最喜欢的是藏青色。啊？为什么？藏青色，它是有点绿，可是又带点蓝。啊？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颜色？因为这个绿色感觉很自由啊，很 free 的感觉。对啊，他在游泳后面一定跟一堆，是，对，而且都抬头蛙。所以你在游泳池就遇到那种变态摄影师？有，我有遇过，就是我们在饭店的时候，然后我想说他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就一直看我，因为在饭店游泳基本上也要戴泳帽，然后他就一直这样看，一直看，然后他就走过来，然后跟我讲说，哦，你好会游泳哦，然后就开始尬聊，然后聊到一半就说，你泳衣好好看哦，我跟你说，我之前帮很多女明星拍过照片，你等一下到我房间，我帮你拍一整组的。哎呦，是什么？我觉得没有，你就回答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习惯在大厅拍的。那你都去饭店游泳，还是说你那一次是去饭店？刚好那一次住饭店。那你平常都去什么样的游泳池？就一般那种运动中心。对，运动中心。请问是哪一个运动中心？我们非常南区。南区。他要想去买，想去买年票。然后你去店家试穿泳衣，老板直接送给你。对，你是穿得出来讲，老板好不好看？不是，我就是请我朋友来帮我看，就是帮我看一下，老板就冲过来，你适合，
你适合，我适合什么？他说你很适合穿这件，你跟我交换 LINE， 我就把这件送给你。交换 LINE， 对。那你有考什么救生员执照？我没有考救生员执照，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兴趣，有一个健康，对，而且游泳真的不叫不会老，像我阿妈已经70几岁了，她皮肤超亮、超光滑的。你阿妈现在还在游，对不对？现在还在游，而且她看这个，翠克是在哪一区看到的？是，你看错了，是70几岁，不是60几岁。他阿妈保养的很好，你们去跟你阿妈看，她就是会游泳。哎，其实蛮强的。啊！吹牛！我有，这就是预备开始。不是，我有救生员，这就是。哎，好啦，我有救生员执照。你去哪里？是吗？这就是。我看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事？我这什么？我看看前面，我都打到了。这就是摘掉，这就是盖子。蛙式。哦。蝶式。传教式。仰式。哎呦，哎呦，好，他会，他会，都起立，都会，都会，眼镜捡起来，好，回去，为什么像在当兵？我拍到你有救生员执照，我有，我18岁的时候考的，为什么会想去考那个？17岁，因为我也是跟他一样，是从大班开始游泳，然后你也是热爱运动的。对，因为我妈从小就把我丢到游泳池，可是因为小时候其实很矮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，因为踩不到，不是因为小时候很容易灭顶，就算他给你一个小椅子站，你一出去你就很害怕，因为幼稚园嘛，然后就小时候都是哭着，可是后来长大才发现很多人不会游泳，真的就觉得哎，还好小时候妈妈有把我们丢到游泳池。那你曾经许下一个愿望，希望游泳的时候能够被搭讪，所以意思就是这样，比如你在游位。小姐，那个搭很难搭完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是想说，我走在那种泳池边的时候，就会有人说：“小姐，我觉得你真的很会游泳，而且你身材非常好，我可以跟你做朋友。”告诉你，我们这边有一个专门在游泳池旁边搭讪，三哥，专精游泳东，三哥，泳东，小姐，哇！你穿这个泳衣这么漂亮，你喜欢吗？你一定很会游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想怎么游？你想怎么游？你知道我想怎么游吗？怎么游？撒浪可以游。哇掉！哇掉！可以游，心花怒放。我觉得很有哎。很有，很有，真的。撒浪游，那个为你呈现一个没有的。好，概念，概念。你知道吗？你要在游泳池旁边，你不能一过去就你知道吗？哦，是，现在在游泳池旁边，假装巧遇这样，对，去溺水啊，嗯，嘿，小姐，你是洗甩呀，是吧？小姐，我是甩呀，你哪里有医生啊？站站的，小姐，你泳池，不，你的泳装好美哦，先生，你腰没事吧？不是，我看到你泳装之后，我情不自禁的。下面鼓鼓，你这样对，你这样在泳池会被抓走，快快快，救生员，救一个，救生员，我合同，好，救生员转身，哎，好，开始大赛，安轩，耶，怎么了？我刚刚看到你，好像很会游泳，但是你知道，其实。我这个人做事就是那种很沉稳的那种，算是十拿九稳，就差你一吻。哎呦，是哦，哎呦，真的有，哇塞，这样也有，这样也有，哎，你这是矮子矮柱拐，没有啦，就刚好，因为我们都会游泳，这个下面鼓鼓好吗？好多了嘛，真的，没有，你在泳池真的会被抓走，对，没有，他那个在哪里都被抓，待会我们在山里，你也要被抓走，哎，叫警卫，错误示范，把他抓走，好。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紫薇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。
赶快决定了。你知道我喜欢小鱼？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。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